演唱经典情歌，21号晚上叮当现身信义区和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林子安来一场快闪表演。拿着麦克风现场飙唱，嘹亮嗓音，嗨翻全场，不少粉丝听到野生叮当全都聚集过来。把手机我一连带来多首经典歌曲，原来一开始叮当只是路过，听到林子安在拉琴，正巧是他表演过的歌曲，最后也不忘鼓励后辈。啊，这样吧，我最近在做音乐剧，我们就把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就交给你演好了。对方的才华，叮当还爽快发出邀约，这场意外的演出也让目睹的粉丝大饱耳福，直呼好幸运。三十五，欧洲场观众也太多了。